天我们终于要出发了，终于可以去新疆了。等完行程卡，又等快递，终于可以进新疆啦。实在是太紧张了，刚刚检查我们的时候，还好我们的行程卡上面没有疫情区，他说疫情区的都被劝返好多个，然后我们放进来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检查，应该还要再检查一次。我们已经做好核酸了，然后现在继续往前开。过了两个关口，我们终于进来了我们的大美新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新疆啦，然后我们要去吃饭。嗯，过油肉拌面。我们现在要去若羌博物馆里面看一下油拉面。是壁画，是衣锦，大型消毒现场，车辆消毒。给了我们一个限速单，它多少公里和多少公里处，如果超速的话会有罚款，最高罚款2000块钱，太可怕了。加油站都要求好严格，就是副驾驶上会有人，就除了司机进去加油，其他人都要下车在门口等。我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沙寮，好软，哦哟。我们在这个小镇这里找超市充电，给他30块钱给我们充一个晚上。我今天要自己动手做茶叶蛋，哈哈，就是敲开敲出裂缝，这样的味道能进去。哦呦，你大厨啊！那可不，刚买的茶叶我就来做茶叶蛋。